李教授，你不吃饭可不行。不知道曼曼有没有吃东西。顾大哥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他肯定会把李曼救回来的。你想想，要是曼姐回来以后，看见你把身体给饿坏了，那他还不得怪我们没照顾好你啊？你说是不是？ 知道他被关在哪儿吧？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们早就查到了，天照社藏在大通商社。李队长，走来走去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我可以陪你一起走。 李有光不知道在哪儿，李曼也跑了，天照社城里以来就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麻烦。队长，小姐回来了，真的，走。啊，小姐，你怎么受伤了？这点伤算什么？李真一呢？哦，他刚刚还在这儿呢。把他给我抓起来。 为什么？因为他是内奸。把门打开。对不起，没有我们李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进去。 雪宝，快跟我走！啊，你为什么要放了我？你到底走不走？走啊！
啊，把门口守卫的衣服换上，走。好好好好好。你们两个值班啊？是。把门打开，我出去办点事儿。不要开门！雪宝，快走！哎，把他给我抓住！你们几个去追！是。痛快！丫鬟审讯室，一会儿我要让你尝尝什么叫做生不如死。又是这个顾英雄搅了我们的局。是的，要不是顾英雄使诡计，六光已经站在你面前了。你还好意思说？一次次的计划都以失败而告终，你们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我看就是把再好的装备扔给你们，也照样是一堆破铜烂铁。要不要我去拿烟筒？不必了。喂，哪位？喂，你是复兴社哪个王八蛋？我告诉你啊，苏慕云暴露了，赶快派人到大同商社救他去。先生，慕云出事了，天照社识破了他的身份。这个丫头怎么把这里的电话留给了外人？那我们是救还是不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他一早就该知道会有暴露的那一天。你打错了。喂喂，自己人被抓还装不认识，什么东西？呸！真是。找到没有？没有。走。调配水去。来，喝杯水吧。谢谢。天照社的人呢？跑了。吓死我了！你说我好好的日子，怎么突然就变成枪林弹雨了呢？林满，我知道这一切来得很突然，但你唯一能做的只有接受与适应。那些卖国贼都是冲着你父亲来的，因为你父亲手里面掌握了很重要的资料，天照社想要把他据为己有，找不到你父亲，只好冲着你来。真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孽，这辈子要给他做孽。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你父亲是一名出色的科学家，也是一名不屈不挠的爱国之士。他不让自己背上卖国贼的名号，甘心离开圣约翰大学，到工厂里隐姓埋名，靠做苦力为生。他完全有机会离开上海，但是他没有离开。他这么做不为别的，都是因为你，因为他是爱你的。爱我？
你见过一个父亲为了自己的研究抛弃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不管的吗？你见过一个父亲连自己的女儿上几年级都会搞错的吗？爱我，我原本也以为他是爱我的，可事实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我是错的，错得很离谱。我不管，我不管他在外面是多有成就多风光，这都掩盖不了他是一个不合格的丈夫和一个失败的父亲。我又何尝不是这么想我的父亲？你也有这么一个混蛋爹？他倒没有这么严重，不过他从小对我严加管教，不许做这个，不许干那个，好像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好不容易通过努力做了点成绩出来，可在他眼里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他只会更加严厉地约束我，给我打击，所以我打小就想离开那个家。即便从这儿到我家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可我呢，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去。你说老天爷是不是瞎了眼，抽错了盘，把我们两个人的人生弄反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你父亲，现在你父亲有难，你作为女儿不应该不管，更何况也没叫你跟他重归于好，只是让你跟他离开上海，一起到北方去。去北方？对，别问那么多了，你只要知道到了北方以后你们就彻底安全了。那我问你，你愿意原谅你的父亲吗？说心里话，我愿意，因为我相信血浓于水，没有什么是改变不了的。是我把你父亲找来，还是你跟我一起去？让我再想想。老顾，老顾，雪宝，哎呀，雪宝，太好了，你救了李曼，我该谢你才对啊！哎，高雪宝，你是怎么逃出来的？是苏慕云救我出来的。啊，那个假杜山一回去，他的身份就暴露了。我给复兴社的人打电话，他们明摆着不想救人呢。估计现在这会儿啊，苏慕云正在受刑呢。哎，苏慕云是谁啊？哦，英雄以前的女朋友，这里面的事多，以后再跟你解释。啊，雪宝，你保护李曼，我出去一趟。哎，老顾，苏慕云虽说是复兴社的人，可他救了我的命，我不能跟那些狼心狗肺的人一样，我也要去救他。你们两个一起去，互相有个照应。那你一个人可以吗？嗯。那，记住，保护好自己。在火车站里的谈话我都听到了，真是没有想到身为一名特工居然会为情所困，还跟他藕断丝连。你少跟我废话，我根本就不是什么李真一，收起你那套虚伪的言论。什么？你居然骗了我们这么久？实话告诉你们，天照社的人员构成跟行动规律以及一切打探到的机密我早就汇报出去了，总有一天你们这个所谓的秘密组织会曝光在阳光之下。给我狠狠地打。是。队长，不好了，外面有情况。社长，你去看看。明白。走。出了什么事？队长在那边。到底怎么回事？
队长，刚才的声响您听到了吧？貌似来了不少人，都藏在暗处呢。在那边，跟我来。师长，怎么回事？武英雄，想不到你来得这么快，等不及见你的老情人了吗？快把他解开！独闯龙潭，深入虎穴，英雄救美，真是令我好不羡慕。苏慕云，你真是好福气呀！别伤害他，放开他，让我做什么都可以。真的吗？真的是做什么都可以吗？那你给我跪下。跪还是不跪？等等，我跪。真是令人感动啊，想不到堂堂七尺男儿愿意为了你下跪，你说拥有你该是他的灾难呢还是福气？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今天你们俩都会死在这儿。追你两个人。是是。来吧，尝尝新鲜的。不要紧吧，忍着点。英雄，你不该救我。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救了你反倒成了罪人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哎，我跟你说啊，我照着你给我的那个电话打过去，你猜人家怎么说的？打错了。哼，你瞧瞧，这就是复兴社，这就是你的靠山。哼，薛宝说的没错，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你的死活，你又何必为他们卖命，对他们抱有希望呢？李教授，小燕，嗯，秋日姐怎么了？你看见李教授没有？教授，他一直在房间啊。哎，你看，那是什么？教授走了，怎么家里没有人接电话？打给齐大哥。别说，这个顾英雄还挺帅的。秦大哥，你快想想怎么办吧。天哪，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这么乱？我们来，来，你们，他们怎么还不回来？放心，不会着急，再等等。小燕回来了，齐大哥回来了！哎呦，哎呦，见到你真高兴啊！我也是，我也是。哎，真是！哎，对，燕兄，他怎么样？没什么大碍，都回来了。太好了，林曼，你这是怎么了？林有光，不，我爸他出事了。啊？什么情况？你看看吧。英雄，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更感谢你们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保护我。天照社针对的是我，跟你们无关，跟曼曼无关，特别是曼曼，她正值青春年华，看到的
应该是光明与美好，而不是罪恶与丑陋。作为科学家，我很成功，可作为父亲，我却一败涂地。我决定去天照社把曼曼换回来，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必须要做的。箱子里是我跟尹万成的毕生心血，请你代为保管。你们都很了不起，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像你们一样，那中国复兴有望。李有光。李教授，去多久了？有两个钟头。啊？两个钟头，那我们差点就能遇上了。箱子里是李教授和尹万成教授的研究，他只身前去天照社，就没想能活着回来。顾大哥，对不起，是我不小心向李教授透露了天照社的地址，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做。刚才李曼说，林黛青已经现了原形，本来天平朝我们这边倾斜，这样一来，天照社完全占了上风。顾大哥，我拜托你想想办法，我求求你救救我爸爸，我就这么一个亲人了。放心吧。小姐，我们知道顾英雄住在什么地方，要不要我现在就去把他的老窝给断了？以顾英雄的智商，他会没有防备吗？说不定人家就等着你撞枪口呢。社长，社长，有个自称李有光的人求见。什么？你再说一遍。有个自称李有光的人就在门口，快请他进来。是。顾大哥，顾大哥，开饭了啊！哎呀，香吧？真香！来了，给我吧。来了，来来来，去吧，来的正好，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李曼小姐，开饭了，来吧。谢谢了。秋姐，坐这儿。来来来，坐啊。哎呀，好香啊。我自己来吧。哎，没事儿。多吃点儿，小宝。来来来来来来。哎，别别别别，这是小燕夹给你的，你吃。你们都是熟人，有些话抹不开面子。我是外人，我来问。顾英雄，这桌上的女人是不是都喜欢你？这种事别算上我。也没我什么事儿，我有别人了。那好，我跟他二选一，你选谁？什么选谁啊？快坐下吃饭，别胡闹了。你不是平时挺聪明的吗？怎么一说到重点变得这么笨了？他喜欢你，我喜欢你，你喜欢谁？你才认识他两天，你就喜欢他？喜欢一个人跟时间有关系吗？
他长得英俊，又有男子气概，深得我心，我就喜欢他。怎么了？哎呦，李曼，你的意思我不太明白，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好，要不是为了救苏慕云，你早就跟我去找我爸爸了。我爸爸他也不会主动给天照社送上门去，这里面要是没有他，就没有这些事儿，他只会给你惹麻烦。好了，别说了，坐下吃饭。你还没吃呢。我没事儿，你们先吃。你去哪儿？我走了。烧成这个样子，你去哪儿啊你？再不走，恐怕会被人戳脊梁骨的。再说，这本来就不该是我待的地方。难不成，你还要回复兴社？你还是别问了。你这样冷不丁回到复兴社，他们下不来台，对你没有好处。留下来吧，这里有人照顾你，等伤好了以后，再做打算。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没有为什么，我就是不想看到你出事。这话你以前说过。有吗？记得在特训班的第一个冬天，我被教官罚一个人在冰天雪地拖着油桶从镇子的一头走到另外一头，所有人都在路边看我笑话，只有你跑过来接过油桶陪我一起走。那个时候我就问你为什么这么做，你说就是不想看到你出事。英雄，谢谢你在大通商社为我那么做。你是说下跪吗？你完全可以不管我。慕云，你要记住，不管以后我们会怎么样，只要你遇到危险或者有什么事情，我会第一个到你面前帮助保护你。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想看到你出什么事情。英雄，跟你说点事儿。哦，别想那么多了，好好休息吧。什么事啊？李有光留下的箱子里全部都是珍贵的研究资料，绝对不能被天照社拿走。我想跟你商量一下，箱子能不能留给我来保管。你是急着交给你的那个上级吧？特别行动小组成立这么久，我早该告诉你，英雄，我的身份是共产党。你早知道了。虽然我心里一直明白，可等你说出这三个字还是有点不敢相信。以后我该叫你秦刚队长还是秦刚同志？我的身份暂时只能让你知道，在其他人面前我还是那个巡查大队队长。箱子我不能给你，暂时留着还有用。不会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实情吧？你看我像那么小肚鸡肠的人吗？我对国民党早已是心灰意冷，他们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太混乱了。那对共产党呢？从前更多的是神秘，而现在就从你们对这批宝藏的态度，就比国民政府那些人不知道强多少倍。去告诉你们上级，如果需要我的话，我愿意加入。哼，你进步了。哎，我听说你们共产党的脑袋很值钱，是真的吗？你小子。徐宝，你看啊，你看这个地方，你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可以改进一下，这样呢会更好。哎，你说你们在干嘛呀？你们到底救不救我爸爸呀？哟，之前跟躲债一样躲着李教授，现在知道改口叫爸了，知道上蹿下跳了。
我是出了名的嘴不饶人，没想到你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好，那我就跟你掰扯掰扯这个理。要不是你把天照社的地址告诉我爸爸，我爸爸会养入虎口吗？啊！你吃饭的时候怪人家苏慕云，现在又想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我说你这个人讲不讲理啊？要不是因为你，哎呀，好了好了，天照社吗？不要吵架了，都是担心李教授的安全嘛。啊，都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别跟他吵了，好不好？高雪宝，啊，怎么了？我还没说你呢，关在天照社的时候，你都出了什么馊主意？没有，我还没跟你算账呢。高雪宝，啊，你都出什么馊主意了？啊，不是，我就胡说嘛。高雪宝，你是不是说我长得非常漂亮，非常好看呢？哎，不是，竟然是个见色忘义的臭男人！高雪宝，哎，别，哎呀，高雪宝，不是你想的那样。高雪宝，你听我解。高雪宝，你干什么？你高雪宝，好，你们都没人去是吧？我自己去求。回来。我说过，这个屋子里的人哪儿都不能去。你不是一再强调我爸爸有多么多么重要吗？也没见你有多么着急。我当然着急，但如果我跟你一样带人硬闯天照社，成功率低先不说，还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意外。你想一想，连苏慕云这样训练有素的特工都难免受伤，你觉得你父亲会比他更好吗？